它的优势就是能够解决一些传统服装模式的实体店模式的一些痛点，比如说第一个，不明码标价；第二个，有店员随时跟随着你，给你做推荐呀，就是一系列的引导。然后第三点就是说，网购的话，它摸不到，质量摸不到，看不到。然后我们这种模式的店，就是说能让顾客更有购物体验感。